啊，拿西报啊？你们在进行什么奇怪的东西？看你是女团。哇，有吃不吃样啊？快啊！我来，我动作很难，一堆东西就我来，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来的。你在做么？不是化妆。我的是要拍摄吗？还逼够你化魔妆？看不到脸哦，可是我还有一边眼睛，等下怎么画白它？嗨，今天我们来直播玩 Pico4， 我终于成为了一个正宗的游戏博主了。今天为什么我们突然要来玩这个游戏？主要就是我新买了四个 game， 这四个 game 呢就是花了我不少钱，所以我决定一起跟大家玩。话不多说，现在我们直接来玩游戏啊！首先我们第一个要玩的游戏就是 Fruit Ninja。Fruit Ninja One 的时候玩到已经很厉害了。Fruit Ninja 手机版我更厉害啊！你那天没有看我在稍微 Pyramid 砍那个水果砍到几厉害啊？听说这次 Fruit Ninja 2跟 One 差很远哦。Fruit Ninja 是长这样的吗？不是一来就砍水果吗？现在我在一个公园，然后我左边这边有一个 Ninja Scroll， 在这个 Scroll 里面就可以看到我的 Mission， 比如我要做什么东西，然后我的 Mapping 就是我可以玩不同的 Level， 这个是我的 Weapons， 有这样多还没有 Unlock 啦，我现在只有一个弓箭，然后 Setting 这边就是可以调咯，普通啊、音效啊、Language 啊这样子。你看啊，我现在在这边推一下那个 Joystick， 我可以去边边，我可以走路，拿我的 Mission 出来，去这个 Map。以前我们玩 Fruit Ninja One 的时候哦，你就是这边直接选 Arcade 模式还是 Classic 模式，但是现在哦，我进去不同的地方，就代表我去不同的模式，更加 RPG 游戏一点了。嚯 ，OK， 我要开始啊！嘿，我刚才讲我很厉害。撒网呀，撒鱼网。啊，不要！我就是出得太慢。不，你觉得玩那时候我玩那边已经很厉害了。这个 demo 是没有炸弹的，它就是在时间里面限定哦，看你能砍多少分，就是你就是多少分了。哎，我只是100分，但是分数不是很好。跟那个开交通的警察叔叔一样吗？370分，都差不过我的分数。我很累了。哦，这边还有一个 challenge mode， 就是除了平时从前面喷水果出来，它这边还有不同的玩法，比如有跟着音乐什么的。OK， 我们现在试玩一下。哇，哎，我的刀很劲哎。我的刀来了啦。我还有方向的嘞。Yeah, yeah. 跟音乐的嘞， yeah. 很有过年气息耶！这个音乐，七个浪咚锵，嘿，八个浪咚锵，嘿，哇 ，ending 破新百分，啊，拿西报啊 ！OK， 现在我们玩下一个模式 ，Flying Fruit Friends， 不懂是什么来的。我感觉你要砍。哎，还会越来越前哎，越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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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那个是炸弹哎，我没有这样搞，丢脸了啊！这是我的相机。哇，很难哎，它是360度一直在换位置哎，而且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丢一个西瓜给你，只有两分。不用解释了，一来就开始玩了。我要什么？我要看这个、啊。你才要超过我了，不好意思，他已经超过了，69分了。看到吗？看到吗？它其实除了砍水果，它还有射弓箭的，它有点像是它不同的关会藏在不同的地方，所以你要慢慢去每一个 map 那边慢慢走，慢慢找这样子。然后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了，刚才姐姐刀法很好，弓啊啊，哦、oh, ，it's so easy。对，你是真的会射箭的吗？真的会，我们来玩射箭的。哦、oh, ，它现在难度加高了，看到吗？我切水果难 ，F， 你看我弓箭拿 A 跟 B。OK， 可以啊，可以去玩下一个游戏啊。OK， 我们 Let's start the game all in one spot。啊，这个，哇、哦，哎，我现在场景整个在海边哎，有钓鱼，这个是水上的排球，哦，有 frisbee， 然后有射枪，沙滩排球，骑脚踏车，还有 jet ski 游泳。OK， cycling。然后因为要两个人连线，所以我们就 password， 所以我们就可以跟朋友两台一起玩。OK， 你的预赛进来了。然后我们刚才学会了，原来是可以直接在这边讲话的。就是我现在讲话哦，就算我们不在两个 B， 我们在家里面自己的家里面玩，都可以听到对方讲话的声音。等不到人就 AI 的。等不到我就 play 啊。啊，安配。哦，你安配安配。好了，起球。这个很像我去 speeding class。喂喂，怎么你们这样快了？不要按着 break， 不要按着 break。你们在哪里？闪开啊你们！可能的动作很大真的很蠢呢、欸、从外面的人看你们的话，你们在进行什么奇怪的东西？走开啊你哟、啊、什么情况、啊、什么情况 yes 啊啊啊我差一点点就赢了。哎，排球啊，排球要不要啊？也可以啊。这个叫 volleyball pose 吗？我看怎样打先。 volleyball 丢上去然后甩他，球球不好，我在那里球，你看那南瓜头，他打自己的队友啊
等一下，我不够高，这个是我队友。对队友，来滚上去。好，阿姐，你的你的。啊！不要出现啦！那个手部怎么会要把球丢出去左边哦？哎，啊！你就 out 了，我 out 了，你赢了。开球给我啦！你不敢开球给我？哦，你要你站左边，那里？好了，在你脚了。Excuse me， 我准备打球了。没有啊，朋友。那边做什么？我四零，我四零啊。四零哦，你是零分的，你可以争气一点点吧。看到吗？哦，看到吗？哇，这个有点凶哎。很好。六。我放水分了，前面五分给你。哎呦，很恐怖哎！给到你机会了。喂，这里。哦，在你脚下面。都挡到了。谢谢大家，多谢多谢。OK， 第三个我们要玩的游戏是，这一个人玩就可以了，你能去休息。拜拜。拜。继续睡，继续睡。OK， 第三个游戏 ，Ocean 这个。Oh shit！ 进了这个地方之后，它就是一个比较有节奏感的地方。然后这边你看啊，有很多，全部都是不同的歌单，又换新的歌单 ，Album Tree， 又是不同的歌单，看你要什么。我要 K-pop， 不懂有没有 Blackpink？ 你看这边可以调 Accuracy， 然后 Speed， 看你要几块，我们一点点就可以了。然后 Difficulty， 看你要怎样的难度啦。这是什么？选要哪？想象你是女团。哇，有哦，有吃不吃烟啊？从小都咬到这样。哈哈哈！啊，根本不了，没有我觉得如果跳得很好，我这样。你以为你跳得很好 ？OK， 换人啊！那是我选歌给你们，选这个 K-pop 的，然后选那个难度。你有病！你的那个技能不可以还要选。哈哈！刚才我拿多少分？没有。你是 game over。我想跟你讲一个东西。啊。刚刚我跳慢了。喂，这个是 slow mo 是吗？等下，等下，我过不了自己良心。很快有没有？Oh my god！ 哇，多了，我还很快，我这躲技过。丢，我不要 K-pop 了 ，K-pop 太难了，我要自己挑战的意思。Medium。hard 啦，我刚 hard 了。OK， hard， 很容易被人支配的人，这个人。你选成一方吧。啊，真的吗？快！这个不能撞到是不是？对。你是来拉屎的吧？我奥西啊！快！又是到这边。这个游戏不适合我，我们八字不合。命在哪里？长沙那条。已经发了了那个命。谁呗？这样快的。要走，没有。OK， 接下来我们玩的这个游戏呢，就叫做 Mutrix， 就是有点像 Most Stable 这样子啊，反正就是很好玩。对啊，你们去download看看，这个 graphic 很美耶。OK， 现在我们进了来之后，这边哦，这边是我的 profile， 然后有 challenge mode、extreme mode， 然后这边应该是选 level 啦 ，free spot、custom calorie。你一只手放后面，好像某人勾手。野蛮，哇，这个很眼哎，我的刀，哦，这个奖哎，蓝色的奖，哦，右手就是青色，左手就是红色，果然很简单，快了，不能，那个毛怎么一粒粒的，果然很简单，打好我，不能讲话了，很喘。大姐大哥，很难听到啊。啊，真的，真的，很容易这样子，这个，这样容易 ，OK 啊，真人复健大，怎么可能可以玩这样刺激、这样快乐、这样好一次一个游戏玩到这个样子？哎呦，我很劲哎，挑战专家们，哇，我们完全不知道他的手在做什么了，哎，乱了，这样容易。笨蛋，我完全不懂你在说什么。哎，哪个是哪个？哇，怎么歪了？是不是很难？一堆东西就我来，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个鱿鱼，好香，对不起了。只会音乐的鱿鱼。也不是哎，我穿了很久哎，我穿了很久哎，他成功成为了一条鱿鱼。哎，四个游戏就已经试玩完了啦，你们最喜欢哪一个游戏呢？你最喜欢玩的是哪一个游戏？哦，in one summer spot， 我觉得里面很多游戏就是很 cute， 而且重点你可以跟你 friend 一起玩，然后我就觉得两个人一起玩那个互动感就是比较强，然后就可以一直笑来笑去哦，这就一直在笑我。刚才我们最后一个游戏那个Nutrix 也是蛮好玩的，它整个 graphic 是很美很顺滑，然后你切下去是。所以这个那个也是很好，可是难度很高，所以我觉得那个我回去我要训练多几天之后哦，然后我再回来 Fruit Ninja 2。其实我之前有玩 Fruit Ninja 1的，那个其实就有点像是手游，然后进去一个 VR game 嘛，然后你就站着这样切切切切切。但是哦 Fruit Ninja 2我觉得它比较有趣了，因为它就是整个做成有 mapping， 然后你要走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找，然后你再去还有射箭，更多元化更好玩了。这个哦，我回去也是每个晚上七点我就去切水果了，然后我的分数每一天我都会更新的，我来 challenge 你们。好了，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下次我再买到新的 Pico 4 game 的时候，我就第一时间 test 给你们看，下次再见，拜拜。